我看到一个观众的留言是关于这个取消农业税的，他说这个农业税征收过程中，它的成本要大于税收本身。那么，取消农业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16年前是吧？2006年，在那之前呢，农民出现过抗税的。把基层政府的人员腿打断了，人打死了，挖个坑埋了，都有。你以为胡温取消农业税没有这些前提吗？有一系列的抗税，2006年，四川、河北、辽宁。啊，都有农民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儿，为取消农业税立碑。从"闯王来了不纳粮"到"真的不纳粮"，人们等得已经太久了。那么今天，有一种呼声。叫重新征收农业税，可能很多人还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不挣钱，还要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征收呢？其实这个提法早就有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提法？因为土地撂荒了，种粮，你不收农业税，他也挣不着钱。那一亩地一年挣个几百块、千把块，是很正常的。而大多数农民他没有多少地，一般情况正常分给你的，包括山坡上的地，平均下来一家也就几亩地。根本就不能维持生活，所以你在农村会看到很多这个比较常见的现象，主要呢是种高附加值的商品，靠近城市的是吧？交通比较方便的，种蔬菜。那么有一些十八不靠，但是人家有办法，有路子。人搞什么呢？搞鲜花种植。哎，他种的不是卖到这个花店的花，而是给香水公司是吧？香精油提炼的这些公司生产原材料的啊，就是那种像金盏花、银盏花一样的，各式各样颜色啊，香味不一样的，但是有订单呀，是吧？这就是订单农业的一种。还没种呢，专门有技术员来教你。完了以后，你种了以后，在种的过程中，他也有技术员来帮你，进行管理指导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什么你也不用管，把花摘下来，他专门有人来收。真实的农村种粮食的不多，那没有路子怎么办呢？只能靠土里刨食儿，是吧？高附加值的东西呢，种出来没地方卖，而且通常高附加值的投入也高。种果树几年看不到成果。苗好不好不知道，因为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是吧？你要花几年的时间。那即便种大棚蔬菜、反季节蔬菜，也是需要大笔的投资、技术上的支持。其实我知道，农村有很多人是变更了
土地性质来维持自己的收入的。有一些搞了这个类似于农家乐啊、钓鱼的鱼塘之类的，那么更多的是以租代增，把地以租的合同租赁的性质啊租给别人去种，这个大面积的种植啊，机械化种植，这样呢有一个保底的收入。也有一些是开什么鞭炮厂啊，搞这个农民合作社，以农民合作社的名义搞一些养殖。往往农民呢都离开土地，不靠他过日子了，把他租出去，多多少少还能见到一点回头钱。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因为粮食价格自己种比在国际市场上买成本要更高，别说农业税了，没有税农民也不愿意种粮食。其实一到这个粮食收获的季节，你看看很多地方在粮食买卖的过程中有吸售的现象，等一等看价格是不是能高一点，收购价高了就卖，不高的话能存就存着，先不卖，急什么呀，粮在自己手上他不慌。但是习胖上台以后出现了变化，它不是设立农业税的问题，而是它在有些地区已经强迫你种植了，让你种主粮，经济作物不许你再种了，种了也给你拔了。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，这是在重新控制中国的粮食种植，用硬性的措施来让农民种粮，经济类的作物放一放，这是违背农民利益的。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一个他是要掌握主动权，中国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但在国际市场上也不是说你一直去买它一直有这么多供应，这不是绝对的，有没有天灾都不是绝对的。粮价已经在上升，平均15%以上，有一些已经超过30%，这种涨幅对中国目前来说是非常痛苦的。你别看它这个出口贸易顺差还在递增，但它能不能持续，这个他们心里有数。如果你跟西方国家都闹掰了，人家不卖给你，你怎么办？现在中国的粮食缺口至少是30%，很多人在玩弄字眼，说主粮啊能够供应，是啊，你的油是靠进口美国大豆，那么榨出来的豆粕可以转化为饲料，把这个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蛋白，那么畜牧业是受惠于大豆。其实你还进口高粱，还进口其他东西，你不是仅仅说大豆玉米进口就算了，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不是人吃的，都是为了畜牧业。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资金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人长期给你提供
那么你的农业将变得更加困难，更别说土地板结、污染、这个水资源的问题，还有种子问题，什么都不谈，就谈一点，如果国际市场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卖给你，你怎么办？所以恢复征收农业税不是不可能的，它可能是象征性的收税，也有可能是用其他名目。但你一定要记得，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收钱，也不在乎税收征收过程中的成本，它是要重新监管中国的农业，由国家层面来规划你的田地应该种什么。未来在中国，因为外向性经济已经出现了窟窿，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以后，城市的富裕劳动力，包括知识青年，都有可能推向农村，这就更容易让政府来组织新型的农村合作社性质的东西。最新的提法可能也是农民合作社，是吧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好几年了。每一次有这些口号，后面都有动作。很多人总认为好像不太可能啊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连供销社都死灰复燃了。大家应该知道，供销社不是卖东西的，它主要是统购统销的，它还涉及到征收农产品，用食物代替税收，所以要有足够的警醒。在习胖的中国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